是丽姐昌黎。那我们欢迎黑男哥。大家好。今天来到 S 男模会馆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昌黎哥说他跟他男朋友多好多好，多年多年，多熟多熟。我才不相信呢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安排了几位身高都跟范军差不多高的男生，我们会让他们握手，然后耳朵旁边呼吸，背后环抱，摸屁股，就这几个，然后你来判断哪一个是我男朋友。对，猜错喝红茶。那我要先来安排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好好，这是一号。好。好好，是吗？不是。哦，这么厉害。二号，绝对不是，真假？哎呦，怀疑哦。是吧？没有，你先摸完。这三号是？这是三号，你可以先记数字，我们全部完你再决定。好。好，三号、四号，好，五号，可以保留。五号另一只手。现在目前摸。好，OK。你今天男友是哪一个？三跟五其中一个。好，你肯定蛮会猜的耶。现在换在耳朵旁边呼吸。啊，还有香水味，完了，这应该很好猜。出来。我不得。哇，三号鼻子好挺哦。好，来四号、六号。四号闻的好像狗。好，来五号。哇，难猜。你觉得是几号？五号。怎么说？气息比较像。他是不是跟迪奥啊？然后，那现在背后环抱你，手放屁股。啊！怎么抱呢？我们就这样抱他这样子。你需要顶一下吗？好，有几？好，应该要稍微顶一下。耶！好，顶好。就顶一下，顶着他。迪奥好瘦。三号，顶一下。我三跟五猜不出来，哎，可以共用吗？好，来五号，他目前猜三跟五，三跟五。好，来最后了，你目前选几号？三号。摸屁股的环节，你不能看哦，我带你摸哦，你不能看。伸进去吗？伸进去。好。好爽哦，想你。这是二，不能摸其他地方，只能摸屁股。这是三，这是三，对。好，这是四，四好能 Q 哦，一定不是四。好，这样还五。啊，我又猜不出。回来。你选那一号呢？他会站在你后面，然后你转过来要亲他一下。好。太刺激了，这是分手擂台。好了，不要亲一下了，男友太可怜。亲脸颊。好，你自己要求的。男友肯定说。男友可以吗？亲脸颊可以吗？好，那你要几号？三号吧。啊，来三号，请往前一步。那你要亲他还是他亲你？都行。那我可以开眼睛了吗？凯美，你要面对面手牵着啊。好像在拍配对，好久没拍配对。对。3、2、1。好啊，没关系了，介绍一下。来，你好，亲爱的，第二名，老公，我今天的男朋友，这女朋友很不行，他刚才还说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我花心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好不好？没事，代表我们的男模会馆每一个都很帅，就是每一个我觉得身材都很好，所以我猜不出来。我跟你说，刚才他说进来第一件事情，先看有没有腹肌。腹肌我就会猜出来了。反正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有，每一个都有，那是可以掀起来的吗？可以吗？现在有吗？现在有吗？这是椅子，按摩。有了，都有，是不是？对。好啦，难怪我猜不出来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喝红茶。喝什么？我喝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老公帮我喝我的。今天开始结束。这时候就是老公。你真的你要喝吗？你不要喝了。这样喝。他可以喝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他会喝。确定很好。那还是让刚刚被我摸的再介绍一下啦。
嗨，我叫 Eason。那你是吗？男模。经纪人。嗨，我是小B。你好，甩王老公。对对对，这个没有。徐成武。学考。好啦，